伊针对着家己市长涂新铁三月初应林冠厝的邀请，甲太太戴玉官共同出席迎花季的开幕，两天一夜行程，还佫安排参访其他景点，夜宿阿里山宾馆。因为涂新铁无请假，以公务行程报公差，因缺席。议员张敏琪、钟志纯痛批涂新铁带太太上阿里山，根本是假考察真冤枉。对此，涂新铁强调，是为着考察家己的观光行销，才安排这次的行程。太太虽然陪同，却是专程自费，议员的讲法并不正确。到底恁刚几个去啦？一刚，你啊，真是问讲不是关联的话，喜欢就是去阿里山参加这个活动哦。你们这两天的行程，你们跟谁去？就是啊，讲啊无出名啊，恁搁听无？我咧讲啥哟？如果是我太太的话，哈，那是我太太去，但关联都好像三个的样子，对。什么？你太太去啦？你即马咧讲啥？就是说去那个阿里山啊。对啊，啊，恁某敢有去？有啊。自头到尾，你去参加这恁某行程敢有去？有，拢嘛有嘛吼。近日，嘉义市长涂新铁三月初到阿里山参加樱花季活动，在开幕仪式了后，却安排两天一夜的参访行程，非但无请假，阁带着太太做伙同行。张敏琪炮火猛烈，痛批涂新铁的做法，根本就是假考察，真正在佚佗。这全部拢是在佚佗的。你去遐创啥？你搁会去遐搁叫人安那呢？叫人搁塞当地公务车？起来，你坐火车去哩，叫公务车去来载落来，你糟蹋人哦、喔！喂，资讯不对。伊原细算头先提到阿里山两天一夜的行程，愈讲愈受气。特好这款的做法实在是伤离谱，但是对着伊原的指控，头先提严正驳斥。咱妈等来上班呢，啊，你又带出去佚佗，你甲上年迄阵甲三个月的尔。你敢袂错人袂哈？你今仔讲这是真正对市政有重要问题，这拢带恁某去佚佗，啊！你敢去带恁某去？啊！佮人写出公差。我这一次还是去做公务没有错，因为我们去阿里山，一方面是应这个我们这个林务局之邀啊，去看这个阿里山樱花季的开始。我们的行程因为排得非常紧呐、啊，那因为这一次的这个course 哈，那我太太很久没有去过阿里山，她会比较有兴趣说，你要不要？一起去，那当然一起去，他不是去帮助我公务，虽然有一些人看到他会觉得说很高兴哦，我们有一起去，但是公务还是我自己在做，哦，他只是说用他自己的钱。是这样子而已。行政治这条路真侪当，常常讲家己因为公务真无闲，无时间陪伴厝内底人。涂新铁趁着受邀参加阿里山樱花季的机会，和太太自费陪同参与行程，却无想到意外来引发着外界质疑，甚至被议员批评是假考察、真佚佗，恐惊和涂新铁当初料想未到，这当讲是身为嘉义市有史以来第一任的男性市长，一举一动真正是特别受到关注。最新新闻，中国兵王小三嘉义市彩虹报道。